爷爷啊，小道士，你怎么会少林腿功？算你有眼，今天我就打你个明白。上！啊！路呀！让他走吧。老大，滚！走啊！走走走！驾驾驾！在哪里？在前面，大人。在前面。对，驾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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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去了，这三角大汉护着爷爷跟小妮先走。那你怎么办？别管我，你回来，谭志，谭志，你别往虎口里跳啊！回来！驾！喂，就在前面！驾！驾！驾！谭志，你要干什么？你要干什么？小妮，听我的话，跟爷爷先走，他们抓的是我。我不让你去。再迟一步，谁也走不了。不行，我不能眼看着你死，要死我们一起死。小妮，谭志，爷爷，谭志，快走那边，那边有个密洞，那边虽然瘴气很大，只好冒险了。快，走啊，走，快！爷爷，来，快！干部在那边，给我松！是。算一个，你们快点走，快走！谭志，你给我出来！走啊，你们快走！我回去堵洞口，走，快走，快走！你们快走！快走，快走，走走走！你们在这谁也别动，我回去找爷爷。哎，谭志，小心啊！老头子，把你手上的枪给我放下。爷爷，别过来！谭志，啊，给我抓起手扔。站住！谭志，小妮就交给你了。爷爷，啊！哼，啊，爷爷。爷爷，爷爷。
这老头子给我带走，我们绕到后山胡作起手阵。小妮和大憨，这活不见人，死也得见尸啊！我看他们，别再胡说八道，把你臭嘴给我闭上！哎，你发什么臭脾气啊？你以为你是谁啊？你现在着急有什么用啊？小妮当初对你那么好，你根本就不懂得珍惜，去死吧！对，我当时没有珍惜，我对不起小妮，我对不起爷爷，我对不起大憨，我对不起师父，
我对不起所有的人。谁跟在我身边，谁就得死，我自个活该呀！我是恶魔，兄弟，你没事吧？我刚才都是瞎说，你别吓唬我啊！啊，没事的，你别，表哥，你走吧。你不要再跟着我，去做你想做的事情。不要再跟着我。哎哎，谁让我是你表哥？哎。这么多人走得了吗？啊！哎，别回信，啊，快走！下面好像有人，啊，快追！别让他们跑啊！哎，当心呐！跟我跳下去！啊，从这儿跳下去啊？咬牙闭眼，跟我跳！哎哎，这个，快追！哎呀！自己找，快！